怎么样，卡尔？我的技术没退步太多吧？是吗？你现在很会哄女孩子开心嘛？哎呀，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开窍的这一天，你的表妹却要到大洋彼岸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来，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挺不好受的呀？好吧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。战争终于结束了，以后的生活多半只会越来越忙碌吧。你呀，总是在这种时候就自顾我们沙沙作响的树叶，用自己的声音回答狂风暴雨。我不过是怎么样，这句诗很适合你吧。灵感这个嘛。